到你，却又无尽泪泣。长烟落日山河多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元芳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边，这边，快点，这边，快点，快来，在这边。大人，李将军，大友啊，大家都来了吧？来了。元芳，进去看看。是。走。大的山穴呀，把石门打开。是。走。哎，大人，我们已经走出山穴了，这是小莲子山呐。看来鬼阵和小莲子山是通过密道和山穴连在一起的。大人，这就是山道啊。看这山道的宽度，完全可以走马车。众军听着，有，仔细的搜索，不能有任何遗漏。是。快走走走。这都是冶铁炉啊。嗯，元芳，哎，
那儿有座石门。哎，来，帮我把石门打开。是。哎。狗子，狗子，狗子，你是谁呀？你不是小莲村的狗子吗？是啊，我呀，我哈尔旺啊，哈尔旺啊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狗子，我们这几年啊，待在这里边，过的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呀、啊！那，这些人是谁呀、啊？这些都是附近的乡亲们。快，把牢门打开！快，是。是服毒。这正是府库当中丢失的官银。来呀、啊！把所有箱子都打开。是。来，大人，那儿有扇门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让我先进。你，把火把给我。是。这边。哎呀，来不了！清点一下。来，这儿还有一个箱子，过来。大人，怎么了，元芳？大人，您看。这都是突厥使团的衣物。内侍监。这正是皇帝赏赐的东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
把火把拿开。元芳，让他过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我问你的问题。我是狄仁杰。你怎么如此面熟？伯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是？长乐亲王之女，李青霞。我说为何如此面熟，原来是玉阳郡主。玉阳啊，这你不是遇刺身亡了吗？一言难尽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上月在京城中，我奉旨移驾，可是没想到在天街遭到袭击。郡主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死了所有的羽林卫和我的婢女，将我捆绑后塞进了轿内。第二天，他们又在轿内塞进了另外一个人。就这样，我昏昏沉沉的在轿中待了十几天。再下轿的时候，就在这座山洞了。啊，看样子这些歹人是将你当作他们的护身符了。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哦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回去之后我再向你解释。元芳，扶郡主出去。是，郡主，请。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元芳，大人，这郡主找到了，那死了的是谁啊？死了的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就是益阳郡主。我和他父亲长乐亲王有过一点交情，多年前我在他们府中见过他，那时候他只有十几岁。真想不到啊，搜查山穴竟然找到了死去的郡主，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。大人，大人，附近村子失踪的乡亲们找到了。哦，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。太好了。事情竟是这样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，真是难为狄怀英了。陛下，是否答应狄公的请求？答应他。这是与突厥议和的绝好时机，既消除了使团遇害的不良后果，又令吉利感恩戴德，更使我大周占尽先机。狄怀英此事处理得恰到好处，你即刻拟旨，封狄怀英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，王怀征为副大总管，就近调动府兵，协助吉利收复突厥。陛下明断，臣这就下去拟旨。皇上密旨，请大人接旨。不，太好了。
辛苦了，去休息吧。卑职告退。陛下，狄大人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陛下，好消息啊！皇上已准我所奏，河北道行军副大总管王怀珍将军已经屯兵彰化，只等陛下一到，就立刻发兵。陛下，恐怕您要即刻启程了。相聚匆匆，你我又要分手了。这就派遣卫队护送陛下到彰化。河北道行军大总管麾下恭迎吉利可汗陛下前往彰化。将军请起。陛下请上马。狄春啊，有几件事情你要记下。老爷请吩咐。第一，李二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提起。嗯。第二，后堂还要重兵把守，给人造成李二仍在的感觉。第三，东花厅要马上收拾出来，益阳郡主明天就到。是，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花厅。嗯，去吧。是。大家动作快一些，按照计时清点的数目搬运，不要乱。好，是。哎，咱们快清点那边。是。你们几个去这边。郡主。郡主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我出来走走。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卑职李元芳。什么职务？原甘南道游击将军。原游击将军，那现在呢？戴罪之身。何罪？失职之罪。啊，我在这儿整整关了一个月了，现在还让我留在这儿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狄大人呢？我要见他。啊，大人已经回幽州了。他倒是乖巧，一个人回去享清福了，把我留在这儿受罪。郡主，狄大人可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官，他回幽州绝不是为了享福，肯定有要紧的事。况且大人觉得卫队在这里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倒是他的知己啊。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明日一早动身。罢了，姑且忍耐一时吧。走吧。是。来，搬吧，搬吧。二位，三位爷，你们有事吗？马老板在吗？你们是？金木兰要我们来取钱。三位赶紧里边请，我们老板正等着您呢。里边请。快关门。
哟，于将军，您不是到突厥那边去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那边的事儿已经办妥，突厥大军的前锋将于五日后抵达幽州，所以五日之内我们的弟兄将陆续前进城中。你这边安排的怎么样？将军放心，粮食马匹车辆住宿一切安排就绪，就等着弟兄们过来了。嗯，好，从今天起关闭天宝银号，这里将成为临时中军，等候末度大军一到，里应外合，攻陷幽州。狄仁杰就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已暗伏在他的身边。五日之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你马上派人给金木兰送信，告知他一切情况。是。天宝银号？正是。自从大人下令暗查幽州城内所有银号钱庄以来，卑职不敢懈怠，会同银曹、法曹、粮曹、公曹等八个衙门共同对城内的21家银号钱庄进行了调查，账面上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但是前日粮曹参军找到卑职，说天宝银号最近支出大笔银两，并套进城内18家粮站的大批粮食，又盘下了西关的一个仓库。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因此特来向大人回禀。嗯，这天宝银号一共有多少人？连老板带伙计不过30余人。那就说明他们囤积粮食并非自用。一个银号要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呢？卑职就是觉得奇怪，因此才向大人回禀。好，做得好。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像大人一样兢兢业业，那天下安得不治？啊，大人过奖了。嗯，此事不可放松，一定要继续追查。是，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告退了。嗯。等一等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我看天宝银号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，我会责成有司继续追查。是。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幽州代刺史，全权处理一切政务。大人，此事重大，卑职恐难当此重任啊。哎，用人不疑嘛，你就不必推辞了。事情结束后我会向皇帝保举你为幽州刺史。多谢大人栽培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啊，快到收网的时候了，我恐怕要多拿出些精力来应付。你去吧。是。天宝银号，天宝银号，天宝银号，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。明白了，胡金辉就是怕我听到天宝银号这四个字，才对赵传臣痛下毒手。狄春，哎，在。我完全的明白了，是谁把官银运出城外，正是这个天宝银号。老爷，什么天宝银号？你是不是让我去取钱啊？驴唇不对马嘴。狄春啊，你马上找几个人化妆监视天宝银号，一有动静马上回禀。是，去吧。哎。嗯，天宝银号。大人。哦，元芳。大人，我回来了。一路辛苦了，官银安顿的怎么样？四股官和银曹已经验收了。嗯，办得不错。哎，郡主呢？
大人，这个姑奶奶真是难伺候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让人无所适从。她为人所鲁，整整一个月不见天日，心中郁闷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啊，是大人。哦，郡主现在已在东花厅下榻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啊。这里还不错嘛，还像个样子。郡主，嗯。狄大人到。青霞。哦。回来了。伯父。嗯，青霞，这里还满意吧？嗯，还不错。至少比那个破山洞要好多了。我就是不会说话，还请伯父大人不要介意啊。哎，我一个花甲之人，怎么会介意一个小孩子的几句戏言呢？啊。哦，对了，伯父，自从侄女青霞从山洞里被解救之后，还没有谢过伯父大人的救命之恩呢，请受小女一拜。哎，请起，请起。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受得起郡主如此大礼呀？啊，伯父，我还有件事想求您的，但是又怕您不答应。你都已经说了，我就是想不答应也不好意思了。嗯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把李元芳留下来听用，您看行吗？啊，郡主，我你什么？你不愿意伺候我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……哎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从现在起元芳就留在你这里。谢伯父大人。你怎么又跟出来了？大人，您看是不是还让我待在您身边？你呀，保护郡主责任重大，你怎么也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？可是他也太难伺候了。元芳，案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，但是并没有结束。现在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之所以把你留在郡主身边，就是要你保障她的安全。可是她待在都督府里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元芳，十几年前皇上靠佞臣诬告，以各种借口残杀了大批的李姓王公，能够活到现在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，这个益阳郡主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次他惨遭匪徒绑架，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这不能不说是李唐之幸啊。因此我们绝不能让他再出意外。你要知道，你保护的是李姓的宗嗣，维护的是大唐的神器啊。大人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这就回去。嗯。主人，怎么样？于将军已到幽州，突厥大军5日内到达，
好，告诉于峰，三日后子时动手。是。元芳兄，别来无恙啊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，一定要保护好大人的安全。胡将军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些？我言尽于此，你千万小心。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突然就犯病了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滚！走吧，走。站住！郡主，您接着砸，卑职等马上就走。赶快走。进来。是。把门关上。郡主，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你坐吧。卑职不敢。叫你坐你就坐。郡主，卑职还是站着的好。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李远芳，你说我好看吗？郡主，你看着我。郡主，您这儿怎么了？李远芳，你给我过来。卑职告退。你给我过来。
大人。哦，元芳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，刚刚我见到胡金辉了。哦，他来干什么？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保护好大人的安全。我的安全？是。第三，东华亭要马上收拾出来，益阳郡主明天就到。是，小的马上着人去打扫东华亭。嗯，去吧。是。看来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什么。大人，今天下午您说案件已经到了尾声，但是并没有结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元芳，你觉得此案已经结束了吗？我想应该算是吧。官军连破了鬼阵和山穴，并且找到了突厥使团的衣物、御赐的珠宝、大笔的官银，救出了郡主和失踪的百姓。那个女匪首金木兰也畏罪自杀。嗯，金木兰？哦，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您昨天离开以后，我和大友审讯了俘虏，他们一致认定那个穿铠甲的女人就是女匪首金木兰。金木兰，金木兰。问题就出在这个金木兰的身上。哦，为什么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山洞中的那具女尸，身材瘦弱单薄，铠甲穿在她的身上显着那么的不合体，会不会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大人又想到了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说，这是第一个疑点。第二，你想想，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，怎么会就只有几十个杀手？第三，我们在洞穴中找到了很多的物证，但是只缺了一样。哪一样？你想想。大人，您就不要难为卑职了。兵器。兵器？对，他们开采铁石矿就是为了冶铁铸兵。假如我们已经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，那么山洞中就会发现大量的兵器。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说明那些兵器都和他们大部队一起转移了。非常准确。可是大人，
他们为什么要从山穴转移走呢？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，只要有一点线索，我就会勾连往复，寻根溯源，一直到找到答案。小莲子山矿场的暴露，失踪百姓尸体的出现，都让他们料到我一定会联想到鬼阵，鬼阵一破，山穴也就保不住。这就是他们撤走的原因。大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岂不让这些逆贼白白的逃走了？不，你忽略了一个问题，他们与突厥莫杜可汗联合的原因是什么？当然是起兵谋反了。所以他们绝不会走远，他们志在幽州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接近尾声，但并未结束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，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的计划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配备，更不知道他们下面的行动步骤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拖了，他们会孤注一掷，会马上动手。